公斤的小天使，四十五公斤女生，她是没得算了，没问题，真的，哎，她很有信心哎，她很有信心哦。好，我们聊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呢，等一下我们其实会进行的游戏呢，叫做我们你画我猜，大家会画画吗？会吧，等一下我们就上来呢，跟三位店长来做组队，如果你有画的正确，我会出题给你们。的正确最快猜出的那个人呢，我们一样会送小礼物，好不好？而且也可以上来呢，跟我们三位店长来进行拍照。那我们好了耶，好了，好去快的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刚刚不是才聊一分钟而已吗？什么话题困啊？专业的，专业的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啊，好像啊、哦！等一下，这是几公斤的他？是我吧？是他吧？等一下，我们麦克风给贵贵。然后45公斤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我可以再瘦一点吗？三十五，那可以25吗？我要25，我要瘦到不成人形，只骗人那一种。哎，请坐。